下。看到了 ，NE。标点标点。不用标点了，准备吃鸡。秋名山上寻人蜥，吃鸡还看老司机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司机。你们看到没？普通恐龙竟然跟超级恐龙掉在了一起，看来这很快又有一场大战了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先捡普通恐龙，捡完咱们就用这个空投钓鱼。捡超级恐龙的这帮人肯定会过来的。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完了。好，大家埋伏好，敌人肯定已经捡完超级空投了，我们坐等他们送过来。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就在马路对面这个废弃厂房里面。对面居高临下不好打啊。哎，有了，燃烧瓶教他俩做人。我去你的！哎呀，好疼呀，好疼呀，压死了，压死了。好，碰到一个，跟我来，压过去。快说，其他队友在哪儿？给你们3秒钟，不说就灭了你们。三，有骨气，杀了他们。好，知道了。15方向有枪声。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，大家跟紧一点，跑得慢了，抢不到人头。嗯，就在这个房屋后面。我去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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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兵声变为错误了。藏起。好，不要怕不要怕，交给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让你们来的目的呢，就是替我吸引火力的。有人是吗？石头后面还是空投后面？好，看到了，击倒。树后面还有一个。一个没打准。丢烟救了。你小子跑这么快？有个人过去救了。还想出队友？击倒了，补了他，补了他们。漂亮！哎呀呀，还有3个人，我们又要吃鸡了。听到了 ，NW 方向有98K。小心，米哥，你前面。4号1号，你们跑的时候小心点啊！你们前面没有掩体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就打他，我们左右夹击了他。漂亮，小伙子，枪法可以啊！我这刚掏出枪来，你两个都干掉了，孺子可教也。马上死吗？马上死的，马上死的。那还剩一个，这一个交给我就行了。看到了 ，NE。标点标点。不用标点了，准备吃鸡。哎呀，什么鬼？竟然没打到！老弟，露头再吃我一枪。看来我得用我的战术了。右边探头，虚晃他一枪，然后等他拉栓，左边直接爆头。吃鸡，记得留言点赞哦，爱你，么么哒。